都是墨鱼县产的料子。我带着了墨鱼县的，墨鱼县的真品，墨鱼县的还真品啊。感谢朋友，哦，老朋友面子给，老朋友面子给，老朋友面子给。都是墨鱼县产的料子吗？河南的墨鱼县。嗯，和田墨鱼县的。还细，还重要一个。好的。河南的墨鱼县。青花儿，青籽儿。什么搞的？我们看。热的吗？热，很热能见，很热能消失能见的。还起诉啥子毛病？嗯，对了。在叫。河南的萝卜园面积给。多少钱啊？的。八千不算萝卜园。八千啊？的。太高了。一年的嘛，我的嘛朋友，买家说，买家说说吧。啊，你说老板看一下。你说，你说。啊，五千点，买家说，老朋友，是不？啥吧？漂亮。也是没有大头呢。一百可以不？独当。啊？独当。不懂。独当。不懂。多少吨？独当。一个嘛可以朋友，这个多少嘛？一个本钱五百，老板本钱五百，五百便宜本钱、哦、拍档子吧，我的老汉，你的朋友名字，拍档子吧，老板拍档子七千是吧？拍档子五百，拍档子五百，五百哦，买价三百，不是买价三百，拍档子八百几，五百几了，对，是当下来的，对啊，你说本钱三百，五百老板。剩五百、啊、一个是三百的、哦、一个三百老板，一个是不是、哦、卖价是排档子三百、啊、三百排档子、哦、面子给了个人，面子给了一个东西嘛，要写这个挺细哦，人们和老人家不得不是大学学过了的，没得脑子啊，没有的，现在妈妈给爸爸讲的，他给了我一万时间，我们给排档子排档，对他电没电了，这学校了买爱买个老外的，俺们咱们这些，俺们普通小孩是买了冰淇淋干，咱们吃的呢，干的冰淇淋哇。买那买的啥？他五十块钱赚什么钱？我买的，多少回来？这个三两。哎，一个三六老板，啥都讲。一个是老娘二两。三六。三六的也是干。三六做的。妈的，老娘不得不，晓得不？就是带个话呢，讲老娘不得。嗯。每年能六个月烧的这个了，都培养青花了。青白肉带点青花，这多少钱啊？一个两万不是吗？两万。说是本钱说，说本钱。本钱两千多呗。本钱两千。来不来苗？两万。你的嘛，我等拍的吧。说真本钱。本钱两千。真本钱。本钱两千。啊，真本钱两千。行吧。俺那个烂嘛，我别别嘛，这都烂嘛吧，嘛看。裂多。裂太多了。我以前做着回来。俺妈，妈墨鱼那边干啥？干老板，青花。墨鱼。墨青花。青花墨鱼。青花墨鱼。我看是不是啊？啊，墨鱼嘛，可巴西，嘛高鲜。这是卡瓦石，啊，这个摸一下，这有没有？这也不透亮啊，这也是卡瓦石，黑的，不透光啊。啊，那么加了八十不对，不透光嘛。你这么扯了，你也是卡瓦石老板黑小伙，卡瓦石的干活。这个小的多少钱？这个挺细。小的八千不少呗。八千哦。太细尖。那皮子包么子摸一包买了呗，挺细啊。本钱一百吗？一共五百。本钱一百吗？五百。五百呢？五百，一百的嘛哦，一百的嘛哦。一百呢？一百的嘛哦。那回家。这个肉挺细，我看看有毛孔没有啊。这毛孔。毛孔在哪里？有毛孔啊，它。还摆着个蛋。那么。就料子挺细。
闹得太慢了。本钱一百了可以拿，本钱五百感觉高。二百个买了，不是那么我们带来嘛？带那么带来嘛？带来。像一样。没贵了，没闹得太，是么个不说拍的个？没贵了，我感觉。本钱一百了，加点钱。本钱一百了，给你加拍档次。贵吗？不是本钱一百。一个是一百，一个是多少呢？毛一百多百黑钱毛嘛。哦，这黑青。马青花们一百拍档子可以。马青花们一百。嗯，这也是一百。他办几十对。嗯。有啊，毛青花一百，但是便宜吧，我不买。哈哈，一百的还不少。一百的。拍档子多少的老板？马毛一百的。一百拍档子随便给。马这老板马。看不上，看不上。这老板。紫罗兰的，那中华这个老板，嗯，还行，嗯，是青花紫罗兰，一个高娃是的，坑坑洼洼的，啊，那是紫罗兰，这是青海料吗？马正茂的老板嘛，别加一加，新疆，马别加一加，我不记得，让我想好办了，本钱一千啊，一加，一个漂亮，黑青吗？没有。黑青啊，买你们白的也行，黑色带血。一个东西一斤三担，一个一斤的，一个也行。哦，这个本钱一千吗？一斤，啊，但是它漂亮，开价两万，再贵一万八，不来么？我不用。这个不错啊，它也行，皮子可以。个大肉厚啊，前面拿来前面，前面。叫我瞅瞅啊。啊，但是开价嘛，一万五的，这不用太满足。别是秀玉啊。正模也有，模正，我带模正。对，我砍太狠了，我砍太，我想给大家能省点省点嘛。啊，我不觉得，确实你两个便宜，感觉还成了这个。他急的原因是啥？你两个确实不错。啊，咱们就说，吵架归吵架啊，感觉不错。但人家料确实不错，咱们就是。是秀玉吗？这不好说，弄不好是个秀玉。哎呀，小老板，一个黑秀玉，黑秀玉不值钱。一个东西五百块东西个，别捡。一个药学没得大的。这青玉的话，这一吹一串珠子也值个几千块。药学摆档子吧，漂亮。哎，够细。看硬度不太够啊，你这磨的上边有划痕，估计有可能是秀玉啊。和田玉硬度高，一般不容易出现这个划痕啊。一个东西嘛，五百斤，一个五百斤面煎毛药水可以。好好好。啊，七十。那边七十啊。七十还没漂亮。那个红的七十，叫我看看，红的红的七十啊。一个，哎，紫罗兰七十。紫罗兰七十。嗯。你们今天好吧的？蔷薇十。这多少钱啊？买家嘛，一千多算。一千块啊！一千不，我的爸爸在江这边见面。哦，再见。买家是？不要不要。这个便宜啊！便宜。多少钱？两万。两万。啥子钱？一两万。一个东西没见五百个呗，毛要洗大的。一个东西没见五百，一个东西没见过。一个被加五百，一个猫加一加，一个被加一加，咋的？一个。本钱五百，一个五百加。起层的家伙不行。一个一加二本钱，知道不？一千二本钱，你要两万了。那你要两万，要那么高？二三百的吧。不要，两千本钱高。那是多少本钱？一千啊，一千二本钱啊。这一千二本钱啊，加一本钱，加排档子。哦，加排档子。要是老板没那么样的，但是我被干了。这也是起层的家伙，出桌子费劲啊。对对，能出桌子的话就牛皮了，但是这儿起层啊，起层家伙，出桌子出不了。出桌子是出不了地。珠子能吹一串儿，一个本钱三百，干干巴巴，麻麻累累。咋的？这边，轻家伙，轻月，
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不错，很不得啊。这个便宜啊，便宜啊，几百？多档？啊，多档？几百啊？多档，老板？多档？多少？你说多少？一千一加五，本钱一千五啊，加五，那几百就是到档。你这毛要钱？到档意思是说不够本儿。我给他三十块钱。妈，我俺们是开价了，一千几，全部。我都好把的来。哦，七十啊，七十，俺还要钱呢，可以啊，没那么要钱，要不了，俺们是可以啊。这玩意儿，一千开价够了吧？这河里头多得很。妈，那个菜很好吧？妈，我去四皮子漂亮。主要太干了，又都太干了。我都捡过几个，我扔了。妈咪，又没装了。对呀，你前面留条画面是，下面和那边一样干。好。非常好。啊，他的细货很高档啊。这是，这。本钱说了不想要，你说咋弄？没想要，没有啊。再见，阿达西。再见。嗯。